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养足优粉，今天来到寿丰立川渔场，接下来要为大家示范一下寿丰养的淡水小龙虾。今天要做这个小龙虾，我会用奶油的方式去做搭配，就炒了一个洋葱奶油酱，就是可以搭配一个米饼，然后还有龙虾肉，去做成一个 party 的那种兵哥富的概念。你进去可以去那边报名一下，它是澳洲品种的，然后它是淡水龙虾。大家都有在网络上看过中国的那边有很多那种红色的那种，对不对？那种也是淡水的，那是克氏鳌虾，跟我们这种不太一样。大家知道波士顿龙虾跟台湾龙虾的差别在哪里？不知道，对，所以有人说叫红毛龙虾，然后是澳洲品种，所以它身上会比较浅色。但是大家可能在其他地方看到它有可能是黑色或者其他颜色，是因为它水中风或者是其他元素不同的关系，所以说它颜色可能会有点不太一样。研究指出它们还是会感到不同。超小的一个好处是第一等到，第二可以保持它们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直接拿一把比较硬一点，要说以人道的方式去处理，因为毕竟我们是厨师。好，那我们不要把我们的痛苦加注在其他的生物上面，虽然说我们靠它吃，就是它是很好吃的，可以营养这样。好，那从头这边直接下去。好。就倒掉了，好，它还会动，但是神经的反射，好，基本上已经脑死了，所以在家里也做得到，水果做下去，刚下去的时候可能会弹一下，因为热度的关系，好，好，首先你需要一把剪刀，好，那是那壳的部分，壳的部分的话，我们从这两侧把它剪下，剪开。搭个颜色跟香味，完整的用。好，请客人来往啦，然后就很简单做一个这个，然后大家并没有点点这个。这样等一下再搭哦。还有几位？胖一瘦，介绍一下女朋友吧。威廉年轻有为，即将上高三。哦，你现在看到都是他家的啊？看到都是他家的，看到都是他家的。我要当女朋友啊！